今年是8月8，每是9月1，太低头你是米聪年。南投县总调用牛年那福利协会，对太低头发生都影响，提供药师总比送餐关怀。21年来忙是停过，特别是从口分在每县的今年寒冷风势，初代同老人家强下挑空天草，每希望家头老人家都做得继续得到很较好的照顾。前个肺炎切到全世界未有两年呢，现在疫情大量消防团体都受到影响。不过用人呐，福利协会从疫情期间扩大送餐服务范围，要得爱照顾的老人家能做得吃饱来，是蒙沙比国家对协会的支持。边缘户也好，独居户也好，一些长辈都列入我们的范围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资源，也感谢他们一起支持，长期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狮子帮助，让龙眼岭福利协会能够持续的来照顾这些长辈。特别是从口分站每头半夜半夜来到龙眼岭福利协会，还带领一工兵送本龙眼家，还同龙眼家向下跳狂天草，对龙眼岭福利协会做的延迟宣传医生一年，口分站是当天天。我感觉在对这魔幻，你知道吗？我这种家己熬偏苦，你知道吗？偏菜，所以哦，这得自立自强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很重要的，天助哦，人助自助的，这个，那边这咱们当一种天咩给咱帮助，咱家己要实践，你知道吗？咱这家己实践嘛，你靠家己打拼。除了拜访彩铁三福团体，柯文哲天天要去到牛人那个白公庙，还有两岸宫去拜爷，希望疫情早日脚架结束，大家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下个新闻李凤琪南投报道。